你动了、啊。呜呼。是哟。怎么没电？怎么坏的？还在转呢、啊。哦，那在怎么？我以为它坏掉了。哦，你。嗯？停了。中间那一下面那个风扇没办法再往下移的，不行，要再太，除非我买更大的，它这个是，不然就要装到下面那一个。对啊，因为它就刚好设计这样子，它已经有给你一点点，大概一公分左右位置可以调，所以就是尽量往下。那这个是什么？这个为什么要吹？它这里没有，根本没有进风口啊。没有啊。没有啊，它可能是某些吧，因为它是从下面吸进去，然后从后面出去啊。Push 这里根本没有东西啊，这要吹电线干嘛？电线会热啊，电线会烧起来、啊。哇！太帅了吧！漂亮！我这控制盒太棒了，中配中方。